秦宝，哎，你爸他们多会儿往过走呀？他们已经上高速了，估计两三个小时到了吧。妈呀，那我现在就得开始准备了。秦宝，啊，今天元旦呢，你爸拿过来咱吃饺子。行啊，那还得先帮我收拾收拾。那我现在就去。爷爷说，需不需要我干点啥呀？宝，现在暂时没有你干的活啊。行，那我先去换点好看点的衣服了啊，今天过元旦。阿欢，啊，我爸我妈他们到了。到哪了？到小区门口了。行行，我告我爸一声。爸，啊，叔叔他们好像到了。这么快？啊，那你们赶快到门口去接啊。行行行，那你俩咋直接？去地。行行行，那我俩现在下去了，好吧？我爸他们终于要来了。哎呀妈，这个乐的，开心死了。美好的假期就这样开始了。这个是不是嫂子他们？咦，哎，叔，我看两个班长，然后那个对，前面那个车那块，你给我爸妈打个电话。对，班长同志帅呀！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一顿跪着，一顿拿，最后把我的化妆包拿了。这么多东西！这么多东西！那我也控制，没叫你老爸买，你也都。给你买个白衣服，再过来个这个。妈，你可别买呀，叔。嗯。给你买，我爸给你买一件，这个是给你买的。哦。白色，你不一直想要白色衣服吗？这回正好。还是我老丈人好。哇！哎呀，进家，累坏了吧？啊，还行。然后我的妈，这快递还没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吧？真好，来，请进。那个什么，你拿着这些，我拿东西。哇！妈，老了东西了。你别说，再来两口了，咱这电梯也不好使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都到齐了，哎呀，我都走过了，我一看，妈，这大东西，你说还得是嫂子，讲讲。妈妈，豆梨，不是，姨这件衣服好看，你们来就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嫂子你们快坐，叔叔姨你们快坐，不是，那么累，把牛肉放下，先杀牛肉。吃完再走啊，那必须的。哎呀，你这把家都搬过来了，妈，这些这些我收拾，你们赶紧做饭。赶紧做饭，给他歇会儿，让会儿。强强，看叔给我买的衣服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600%的合适。给你圆你的梦了，你一直想要个白色的衣服吧？啊，谁说不是了？这跟我走了，我看这件衣服挺好的。班长，哎呦我去，这小头发呀！不是班长，你别动。帅呀！哎呦妈，帅呀！嫂子，啊，你快坐那儿歇会儿呗。咱家广大家人都盼着你过来呢。终于见面了。你快别忙活了，你跟姨休息会儿呗。我赶紧快。哎，你好几个手机机啊？好几个手，我找几个手。就过年，我爸都没有。那得给你来个特写。以前啊，今天也过年。十家好男人，以前过春节都没包过饺子。以前老爸就小时候做菜，包菜、炖菜都是他整，是吗？所以好吃。别紧张，手别抖。看手大泡脚，那绝对是仙儿。啊！哎呀！哎，书包那个好看哎。啊。咱们那包的小，你看，比我爸包的好看。啊，好，正式啊。咱是越简单越好，你太干嘛的话，你那么好客的话，咱就不来了。一家人了，不带那样事儿的。咱没有，这也没给你整什么三把洗啥的。这光怕输热着。这是啥呀，爸？这个是酸菜豆腐。哥，要我帮你弄？不要，饺子包完了。不要，我帮你切吧。没事。
吧，回去回去看粘猴吧，没事没事，这这冻着。宝宝，回去、啊、看我爸给做酸菜，啊，这辈子头一次做这种酸菜呢，知道这爱吃酸菜哈。嗯，酸菜炖排骨好了。呀、yeah! ，酸菜太有食欲了啊。挺有食欲啊，妈，你这干啥呢？打香绳啊。嗯，我来端菜，我断，我是端菜的，我断吧，你赶紧回歇着吧，走。我的。嫂子是不是饿了？啊，饿了，快点吃饭了，快点有。你给嫂子先揪一块。你吃吧，你先吃，给你吃。想想昨天的高兴不得了，着急呀、啊！咋还不走？咋还不走？不是等你老爸了吗？真的呀、啊，轩轩。你也着急，期待啥呀？你期待过来玩啥？期待过来溜达溜达，看看这边大分队有啥好的。嫂子，哎，咱把睡衣换了吧。睡衣太了，睡衣太都穿睡衣了。今天要端菜。小妮儿，哎，就给你爸你妈吃饭。老爸妈，嫂子，轩轩吃饭。好的，好的，吃饭，吃饭，受累了，受累了，你受累了啊？受累啥了？受累你。没事儿，哥。轩轩，嫂子，你快坐，快坐。哎，请讲，小雨，动筷，动筷。好了。哎，等，叔叔，稍等一下哈、嗯。今天咱们开饭之前呢，先祝福一下咱们屏幕前的家人们，祝家人们元旦快乐，2024心想事成，干杯！快，请讲，快，快点，快，快，快，好，来。先喝一口，好，行，哎，听见？哎呀，你不进去，爷爷一个人。好，小娟。爷爷辛苦。哎呀，辛苦啥了？爷爷，你这一路还是爷爷用心。哎呀呀呀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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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